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要讲的是什么？From Chapter 3 Integration MX 的 Volume Generator。So 我们之前呢有学那个 Area，然后接着呢我们现在要来学的是 Volume。So Volume Generated about the X-axis 的时候，就是说 X 轴的时候，它讲。360度 about x-axis 的时候，你就在 x-axis 这边你画一个这样的符号，就代表它在360度这边转。然后当它在，然后你的 x 呢就从 a 去到 b，然后我的 integration 是 a 到 b，dx x 轴 dx，然后里面是 pi y square，OK，dy 里面就 pi x square，这样。然后在这一边，如果我现在走的是 y 轴的情况之下，这边 a 去到 b 走的是 y 轴 dy，然后它在 y 这一边的时候转360度 about y，dy 里面就 pi x square。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它的原理啦，其实是跟那个之前面的那个 area 的原理是一样的，然后讲讲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呢？你看啊，在这一边，假设这个是一个圆圈嘛，这一边是一个圆圈嘛，这个是一个圆圈，这个是一个圆圈，它转360度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圆圈嘛，然后它很靠近的这一边，这样跟它这个合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cylinder。哇，画到够难看！你想象它就是一个 cylinder 这样，就是说它在这一边，它有这个东西，OK，还有这个东西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个也跟它一样的，很靠近它的那个，在它后面的那一边，啊，在它一起很靠近了。但是我把它画远一点了。这样你才可以看得出它是一个那一个 cylinder。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其实是什么？这个其实是 y 来的，这边这条线的高度其实是 y 来的，这条线的高度其实是 y。OK，这条线的高度是 y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的 area 就是那一个 pi y square，pi y square，然后它从 a 走到 b，a 走到 b，pi y square 就是这样，是圆形吗？圆形的 area 就是这样吗？然后 integrate a 到 b 就是它的那个 height 的那一种哦，所以 pi y square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。OK，所以你就能够知道为什么它有 pi，然后它有 square。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。好，来，在这边，example 27，我们的这一个是这样的，它叫你找这一个 volume generated when the color region is rotated 360 度 about the x-axis 转，所以它这个 volume 等于 integrate 从一到二 pi y square。dx，然后 y 是这一个 y square 的话呢，它是 square root x 的 square，然后它是 x，所以它变成 integrate 一到二 pi x dx。同样的，我们用计算机直接按，OK，它这一边是 alpha x，然后从一到二，然后我在它前面那边pi 也放上去，它答案就直接给我320 pi 了。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检查答案。OK，我们不需要去把那个中间的那个步骤完整的写给老师。你要写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先专注在写第一行，写 equation，然后我们 assume 那种普通的步骤我们已经会了。接着这一题，region bounded by the curve，这一个。和 straight line 这个 rotated completely about the x 轴这边转，
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它是这样的，在这边这样来转。OK， 然后它就这样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它要找 volume generator。所以我们的大个的是上面的这个 curve， 小个的是下面的这个 cone。有一些老师会教你们用 cone 的方法找它的 radius 啦、height 啦、1% pi 啦、square h 啦，不用，我们就直接用回同样的方式，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volume generated 是 integrate 0到 2， 然后 pi y square dx 减0到 2 pi y square dx， 所以它是 pi integrate 0到 2 上面的这个about the x axis， y square 是4减 x square 的 square dx， 然后 pi 0到 2， 然后这个的 y 是4减 2x 的 square dx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 pi 这一边这一个是0到 2，然后这一个是挂弧的 square 4减 x square 的 square， 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它是4减 2x 0到 2， 这个是4减 2x 4减 2x，4减 2x 减，你可以心里想啊，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一个它的 radius 是4，这边4来了嘛，然后这个是2，它的 height 是2， so 我的 volume 等于 1/3πr²h， 1/3π 4 square 2，然后16乘上32，所以它变成32/3π， 你看一样的东西。 OK， 然后我在这一边，我这一个就256/15π 减32/3π， 我拿到的答案是32/5π。OK， 我会让我的学生分开两个来写啦，就是说这一个一个，这个是一个，因为你前面的大的 volume， 后面的这个 volume 32/3π 这样，它是其中一个错，你还可以拿到分数，特别是这个32/3π， 它是一个 volume for cone。OK， 你用这样的方法，用这样的方法，它都有 step， 所以我不会把它合在一起来算了，虽然讲它能够合在一起算了。OK， 所以它的这一个的答案呢是。6u2/5，有这样的写法了没？6u2/5π 可以哦，有，但是我通常不这样写，我通常写成假分数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一个它在这边你要写单位，它是 units cube， 因为它是 volume， 所以它是 cube，units cube。OK。好，接着 example 29 find the volume generated when the color region is rotated through 360 度 about y-axis， 360度 about y-axis 这边转。 OK， so 我们的 volume 等于 integrate pi， 这个是0到 2， 然后它走 y dy， 里面放的是 x square， so 我在这边我的 y square会是等于 x pi dy， 它就 x square dy， 它就 x square， 对呀、啊、dy pi x square， 所、so, 以它这个这样的话呢，这样我的 x square 就会是等于 y square 的 square 哦， y power 4哦，所以它在这边就 pi 0到 2 y power 4 dy，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 integrate， 然后直接 pi alpha x power 4
然后零到二。记得在这边我是，它是 dy 对 y，dx 对 x， 所以我输入进计算机的时候我放 x 啊，我不可以放 y， 我放 y 我就错了。OK， 如果我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的这个 x 我改成是 y 的话呢，它答案是非常离谱了。这个答案是 alpha y， 然后它会变成零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而事实上它的答案是32/5π，所以它答案是32/5，也就是这一个那一个6u/2/5 派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 example 30。Find the volume generated when the region bounded by the curve and the straight line rotated completely about the y-axis. 这边转，从0到1，所以我的 volume 等于0到 1π， 然后 dy 里面放的是 x 块，大的这个 x 块，然后它的 x 块是 y。这个是 x 块，然后这个 y 等于 x 的时候，所以 x 块等于 y 块，减零到一派 y 块 dy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就 integrate， 然后派，我不要放 y 啊，我放 x 啊，这一边从零到一，我拿到的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 x 块，所以这个减这个，所以1/2π减1/3π， 1/2，然后派减1/3π， 所以它答案是1/6π。Unit cube， 刚刚这一题也是 unit cube， 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，那一个1/6π unit cube， 对。它的零零一亿，它不是已经给了吗？哦，没有哦，这个0011是我们要自己找的。OK， 0011是要自己找的，刚刚我没有自己找。OK， 所以它在这边我们要先做那个 simultaneous equation 了，就那一个什么，这个是 equation 1， 这个是 equation 2， 然后 x square 等于 x， 然后 x square 减 x 等于 0， x 抽出来 x 减1等于 0，So x 等于零 ，x 减一等于零 ，x 等于一啊，然后 y 就等于一啊，然后 y 也等于零啊，所以它是00跟11是这样来的。OK， 好，好，我们接着讲 example 31。Diagram show part of the curve and straight line.Find the volume generated when the color region is rotated 360 about y-axis， 这样转360度，所以我就大个的这一个减掉小个的这一个，所以我的 volume 呢等于 integrate 0到 6π dy， 然后 dy 里面放的是 x 块嘛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 2x 等于6减 y， 然后 x 等于6减 y 不2， 6减 y 不2的 square 减 integrate 0到 6π dy， 然后这一个我要找它的 x square 嘛，里面也是要放 x square 嘛，所以我这一边这个 x square 反过来，所以 x square 等于4减 y，
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有 integrate， 然后 pi， 然后乘挂弧分数六减 alpha x， 然后 per 二，然后再挂弧的 square 从零到六，18派。减掉这一个是四，它没有 square 啊，它直接派，然后它是四减 alpha x， 就六派，所以它的答案就会变成了12派，然后那个 units cube。所以它的这一题的答案就会变成了那个10派，哎，18，16减这个是8，它会变成18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是0到4，这边我做错了，这个应该是0到4。OK， 所以我的这个错错了，刚刚的这个是0到4。八派，所以18减8，所以它的答案是10派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example 32。哟，32这一边呢，他要找 area when the color region from 0到 1 rotate about 这一个是 area 跟 volume 结合的哦。So 我的 area 呢是 integrate 减 E 到 E， 然后 x 挂弧 x 加 E，x 减 E， 然后 dx 加 modulus 不是0到 E， 减 E 到0，这边是0，0到 1，x 挂弧 x 加 e，x 减 e，dx 这样。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这一个就 integrate alpha x 挂弧 alpha x 加 e 挂弧挂弧 alpha x 减 e 挂弧从减 e 到0，拿到是104。然后过后呢，我的这一个是0到1，它就会变成减104加 modulus 减104，所以它变成204102。B， 我要找它的 volume 0到 1， 然后 x axis 转。So x axis 转的情况之下呢，我就 integrate 0到 1 pi dx， 里面放的是 y square。 哇，真够力。哇 OK， 它这一个就会变成0到 1 pi 那个X， 然后 X 加 E，X 加 X 减 E 的 square dx， 我用计算机没有感觉了嘛，对吗？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看我在这一边，我用计算机的话呢，零到一，我就在前面这边我放 pi 嘛，然后挂弧嘛，我就整个挂弧把前面的这一些东西挂上来，然后再 square 它。那我就可以直接拿到它的答案是8/105个派。可是你自己 manual 去做的时候呢，这个不是开玩笑的。OK，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参考书这边讲座呢。OK， OK， 比想象中的简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可是事实上很简单。
因为我的这个 x 加一乘 x 减一 ，x 乘 x 加一乘 x 减一的时候，它是 x square 减一 square， 然后它就变成 x power 三减 x 这样，所以它这个是 x power 三减 x， 这边这个 x power 三减 x， 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你不用这样复杂的，你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你就有integrate。然后 pi 挂弧 x power 三减 x， 然后从零到一，然后这边我忘记 square 它，一样的答案 ，OK。好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拿到他答案了，然后他这个讲 area 不可以这样加，不可以直接减 integrate 从减一到一，因为 area 它是 positive 的那个 part。 OK， 好，接着就 formative 3.3 的练习， OK， 我另外的影片再来讲他的练习。